TNS 营运已经有20多年，从位于美国的总部开始， TNS 的业务迅速发展，遍布全球，为60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并向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业内领先的资料通讯解决方案，包括商户、银行、收单机构、处理机构、 ATM 营运商及部署商、支付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我们的客户充满信心地使用 TNS 安全、极具弹性或 PCI DSS 认证的解决方案来交换资讯，在全球各地处理交易，每年已达到数十亿笔。现金流是企业的命脉，无论是在实体店内、线上还是其他地方，商户需要能够接受商品及服务的电子付款。随着企业的发展，为稳固安全的电子付款而建立的基础网络通常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导致交易所需的连线日益复杂。交易资料必须安全地从您的销售点通过您的付款基础网络流到相关的金融机构，然后在几毫秒之内再传输回来。多样化电子付款方式，例如进场通讯及行动付款、新的付款方式及跨网通道整合，商户将面临着日益增加整合的复杂度。我们提供技术支援及功能丰富的支付解决方案，除了帮助商户简化其付款基础网络，同时还为他们带来额外的益处。我们的愿景是提供多管道付款闸道，帮助减少营运付款基础网络的复杂性，让您能够只要与一个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合作，即可满足您的特殊需求。 TNS 能够实现跨境和多币种付款，处理多重付款提供者的交易，以及新的付款方式如数位钱包的交易。 TNS 位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网络营运中心，提供全年无休的监控及技术支援。我们按照最高的安全标准及最佳营运做法，借此维持 PCI DSS 合规。我们的解决方案可帮助商户减少他们的 PCI DSS 合规范围，同时又让他们受益于新技术，如点对点加密及标记化。这些技术对敏感的信用卡资料进行加密，在受骇客攻击时，骇客他们无法取得任何资料。我们随时可支援贵企业的发展，确保您高效能的付款基础网络，同时兼顾成本效益，确保您及您的客户享有最高水准的安全保障。若您需要可延展、具弹性且安全的支付解决方案，敬请联络我们，让 TNS 帮您简化付款方式。